名时间沐浴中的长发女子 Bernice O'Chevalon， 她的创作者是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 Pierre Auguste Renoir， 这也是混凝时间第六次介绍到雷诺阿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的少女，她的皮肤像珍珠一样闪耀着光泽，金色长发和腮红又和石头上的衣物的颜色遥相呼应，显得非常的和谐。这幅画创作于大约1895到1896年，现在保存在巴黎的菊渊美术馆。在画面上呢，从少女的脸上和肢体动作上都可以感觉到她的人物的形象是非常率真的，而她和大自然也已经融为一体。下一集我们来介绍一幅赵无极先生的作品《混凝时间法国巴黎》。